天天走来走去，是要走台啦？我等下要抢水比赛啊！抢水，跟狗来抢水哈！他好像有一个哦，听说是国宝级的老师。每个孩子他受的教育全应该是要一样的，这才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。每周二晚上10点半，在台湾的故事，杨小黎和你不见不散。